小两口呢，要来台上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相信现场很多都是我们梁宇和佳倩的亲朋好友们。那我们看我们小两口手牵着手，一同的走上我们的舞台。新郎官也是小心翼翼的保护着佳倩，相信在未来一定也会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那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一定也能够携手同心，共创美好的未来。那同时，我们今天这场幸福飨宴的背后，因为有了双方主婚人的祝福，才能让今天这场飨宴这么的丰盛，这么的美满。那同时，邀请各位嘉宾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双方的主婚人，一同的到舞台上来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两家结合是缘分，也是福气，更因为有了爸爸妈妈的祝福，才能造就今天这场幸福飨宴，以及造就今天这个才子佳人哦。那在我们爸爸妈妈以及新人都上到舞台之后，也要邀请我们的小帮手来将台上的大家庭一起的度上红酒杯。同时呢，主持人也要邀请现场所有的宾客来将你们眼前的红酒杯以及果汁杯来斟满，一起举高哦。待会主持人会倒数三二一的时候，主持人邀请各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的时候，我会说祝福我们的新人甜甜蜜蜜，你们帮我接长长久久好不好？那我们台上的大家庭也准备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祝福我们的新人甜甜蜜蜜。请干杯，喝下这杯幸福酿的酒，代表祝福我们新人的婚姻生活幸福长久，同时也祝贺现场所有的贵宾。那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台上的大家庭一起牵起彼此的双手，那我们用一个深，那我们一起用一个深深的一鞠躬，感谢现场所有亲朋，还有我们的莅临，请鞠躬。那现在呢，要想邀请我们大家庭来先放开手，那邀请我们双方主婚人回到我们主桌继续入席用餐。那同时，我们今天幸福飨宴呢也会持续的上桌，那邀请各位嘉宾可以尽情的享用我们今天的餐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我们身旁的服务人员来做询问。那此时我们的新人也要准备入席我们的新修室稍作休息了。那待会当我们新人经过你们身旁的时候，别忘了将你们的祝福以及掌声来献给。